在私密里面。老公，你怎么长得这么帅？嗯？你怎么长得这么帅？谢谢。刚刚睡醒，这就是我的一天的 vlog。现在化一个淡妆，然后就去公司。等一下会拍一下照片，工作照。所以那个 HR 让我化一个淡淡的妆，所以我就化一个若有似无的演技妆。By the way。Good morning, everyone. 虽然现在是下午，但对我来讲是一天开始的时间。早上好，现在睡也很轻松。淡妆准备好了，就换这样子。我家里好乱，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老公。Hello. Oh my god, 好可怕，好可怕。好了，我走了，老公拜拜，拜拜，晚上再见。下班去接你哦。OK， 好了，我们走了。今天是很平常的一天，就是我洋洋在替父母工作的已经一个多月了，所以今天会带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样工作的一整天疲劳。现在已经到了我工作的地方了，现在就是大家在那个排练，然后排练完之后我们会开会，就是 Pinoy Lisa， 他们都很忙在玩手机。 Lisa， They are my best friend in TV， 还有我们的 Pinoyพี่น้องสวัสดีค่ะนี่ค่ะเป็นตัวเลยฮ่าฮ่าไอ้ดูซัมเปอร์ล็อก好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就这正在排练对着签名这边在排练我的披萝肉披萝肉餐厅吃饭，就是我们员工的餐厅。吃完饭就要上去化妆了。吃完饭准备化妆了。大家全新的妆，是我的化妆间，给大家去个人的化妆间。我一个人霸占了三张桌子，是不是很大？这些呢，就是平常的化妆的台子，但是呢，我是国际皇后，我可以用两个大的化妆台，这是我的衣柜。加油拿，速速开始化妆。Look at that, look at that， 这就是每日的妆容，美不美？每日这个妆都大概要花我半小时的时间。妆带了隐形，所以眼睛有点红，适应一下。把我的脸上要打一下高光，想知道妆怎么画的，我后期会出一个视频。化妆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步骤就是高光的部分。今天用的是 MAC 这一个，每一次扫上高光都感觉好像给我的脸开运开光的感觉，好像我是一尊佛像，我是光阴娘。打上高光就能给我这尊佛像开光的感觉。我的高光主要会打在这几个地方，眉骨，把我的这些 Lily Coco 的这些头饰给装上。装上之后还是要发卡，把它固定，因为我要跳舞的。我的演出的节目呢是一首慢歌，一首快歌，所以慢歌无所谓，
静静的站在那里美美的就行了。但快歌的时候我是需要跟着 dancer 一起舞动的，所以我必须要保证它的一个固定性，要不然我一跳甩出来那就很搞笑了。但是我经常在跳台上掉东西，真的，要么就是耳环掉，要么就是什么东西掉。我经常在舞台上掉东西，然后我的 dancer 他们都很好心帮我捡回来。好的，然后把耳环也戴上。有时候动作大真的会一甩就把东西给甩出去，所以那个力度真的自己要掌握好。OK 了，换衣服。现在我在穿衣服，以前我都需要别人帮我穿衣服，但在这里工作久了之后真的是现在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一切东西，不需要穿衣工帮忙也可以自己把衣服穿起来。学会如何自己跟穿衣服是 Tiffany 里面所有的人都必学的一个必修课。然后像这件衣服上面的水钻呢，都是我自己贴上去的，公司给的服装，然后我贴水钻，因为要更 bling bling 一点。然后那个有专门的人帮我贴，但是他太忙了，那一段时间太忙了，所以我就想说我没事，我可以自己动手，所以那个人很感谢我。然后我同时我也很喜欢 DIY。 好啦，我现在上台啦， Good show。下来了，头发都乱了，你看，头发都甩乱了，然后看到没，都是汗，这就是在蒂芙尼秀的日常。每次表演完下台之后都会很热，因为你要跳舞要唱歌，很费体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问我说你这么瘦怎么保持的呀，我就跟他们讲说少吃多运动，真的就是少吃多运动。你看我每天的运动量是有多大，然后每天我就只吃两顿。那个下午醒来之后我没有吃东西，醒来之后我是等到来到这边开会，开完会下午4点钟才吃，在公司吃，吃完之后就演出，然后晚上下班之后再去吃一顿，然后就回家。所以就是我的日常。然后第一场演出完了，现在呢我是要换衣服，然后把这些东西摘掉，换成皇冠跟耳环，准备下去拍照。然后身体呢要擦那个身体粉底霜，让自己的皮肤白一点，因为这样子拍照的话会更好看。就是所有修哥的秘密，我们没有吃减肥药，因为我们少吃多运动。我们为什么会白？其实我们都很黑，靠的都是粉底，都是装白。爱你们，等一下换完衣服之后再跟你们闲聊。好，接下来呢就是要来擦身体的化妆的一个部分了。很多人其实有私信问我说你们皮肤为什么会那么白，是不是吃美白没吃？没有，我们什么没吃，我们靠的就是身体的粉底霜。像那个擦身体粉底霜之前我会擦一个 lotion body lotion 的身体乳液，什么材质的身体乳液都可以。然后这个就是我在这边用的身体的那个粉底霜，但是这一罐其实野鸡牌子不好用，但没办法，因为便宜嘛，才150铢。然后如果在国内我是非常推荐便宜的，你就找那个 JFC 的淘宝搜 JFC 的那个粉底液，贵的话你可以去专柜那个 MAC 买那个小奶嘴那个身体乳，身体粉底，那个是身体可以擦的那个粉底。
两款用下来，我觉得说，当我没钱的时候，我会选择在 FC 因为便宜；当我那个有钱，然后想要好品质的时候，我会选择 MAC。然后在我心里的 number one 肯定还是 MAC 的那一款身体的那个粉底液，因为那个真的是不错。所以就是怎么擦呢？我就先擦乳液。上乳液，胡子也要擦，因为化妆都要忽略胡子，然后呢就把身体粉底霜。我不会挤太多，像有些女孩她们会挤很多，然后擦得很白，白之后很不自然，会白里透灰。擦擦手臂，胡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们全部涂抹均匀。有没有看到很白？就是每个 Tiffany 秀购的秘密了。为什么会白？是这个原因了。然后那个脖子这个地方，就是用粉扑来擦。不止不算要，也要照顾好，千万不要这样子，会容易长皱纹的，知道吗？会容易长皱纹的。很美，现在有没有拍打精神？来，就是身体就会变白。然后像有一些人呢，他会擦那个粉底上去，但是像宝宝擦这个爽身粉上去定一下妆，我之前也试过用爽身粉定妆，但是感觉确实蛮清爽的。然后，但是因为我用的这个牌子是野鸡牌，就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它很容易花妆，所以一花妆，然后你再用这个，它就会很斑驳，所以我会选择说不擦这个。然后如果花了的话，我再补擦就行。所以去买专柜 MAC 的那个才是最好用的。我过段时间我妈过来，我会让她帮我带。在机场买会便宜，在国内玩也会便宜。像我在泰国这边买太贵了，因为它这边的进口税很高。好啦，我准备换衣服，我要去上面拍照，站机，准备下去拍照，弄一下头发。真的，你跳一下舞，然后头发就全部都乱了，因为我会甩来甩去的，我的头。我是那种动作很多。因为我上台的时候是不能拍视频的，因为我的表演曲目是机密，只能过来剧场看，并且在剧场观看的时候是不许拍照跟拍视频的，只有演员结束之后下去拍照才可以跟我们拍。所以所有的中国同胞们，记得来看我秀的时候就不要拿出手机来拍我们表演的那些视频啦，因为公司是不允许的，我们就尊重公司的一些规定，好不好？走出国门，希望大家都能够讲素质、讲文明。尾巴会这样子，卷一下，卷一下前面这些地方。然后就要这样子，对，然后卷一点就行了。你看这一撮就很好。定一下，这边可能就卷一下这一撮。梳一下头发。
不错，这一撮也不错。然后把那个耳环戴上，我刚戴的是那一套跳舞用的耳环，这一套是我专门下去拍照的耳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天要换，一共换两个 loop， 一个就是拍照的 loop， 另外一个就是去表演的 loop。所以把耳环戴上。嗯嗯嗯。戴上耳环。然后戴上我的皇冠，晶晶戴上皇冠。然后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皇冠不会掉？因为你皇冠要用这些卡子卡住呀。接下来教你们如何把皇冠固定住，就用卡子。几个卡子？首先一个卡子。卡在中心的这个位置，卡住头发跟皇冠，然后第二个卡子，卡住这边。你看到我皇冠这边有些洞洞，我就是靠这些卡住的。第三个卡子，卡在这个位置。好的，前面就是固定好了，然后接下来就固定后面。后面一样的，就两个卡子，一个卡在左边，一个卡在右边，然后中间两根卡子的中间的位置，就一个卡这边，一个卡这边嘛，然后中间再卡一个，跟前面一样的后面。来，我们先来卡一个左边的，这个时候就看不到，就只能靠你自己的感觉去卡了。上去，好，卡住一个了。接下来第二个，卡上去。第三个卡中间，好的，这样皇冠就不会掉了。这就是秘密了。然后吧，用纸巾吸一下油。然后拿那个粉，我没有沾粉的，因为这个是我一直拿来沾那个蜜粉粉饼上妆的一个刷子，它上面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粉余粉，我拿余粉按一下去一下油光。好了，然后换衣服就可以下去了。然后大家还记得我比赛时候穿的这一件晚礼服吗？我就穿这件晚礼服下去拍照的，但是因为太简单了不够华丽，所以我在这边找了设计师帮我加一个大裙摆开，所以我们要把大裙摆给装上。之前我这边是细腰带的，现在就没有细腰带了，就直接上裙摆。厉不厉害？这就是我的裙子，然后再加上这个，加上这个 Miss International Queen 2019 Second Round Up 绶带。用太久，上面的 diamond 全部都快破了。我是一个好廉价的黄粉。好啦。我们到下面去站街拍照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找丫丫的位置，好多好多的人。丫丫呢是从这个门出来之后，走走走走走走走，要往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行，找到我们的丫丫了吗？在这里哦，在这里。一整天的工作，现在已经换回自己的衣服，现在准备回家了。好了，现在我在我的车里面了。哦，不是我的车里面，是我朋友的车里面。Halt， 嗨，他是我的司机，不是，他是我的朋友。She's my best friend. Yeah. And you are my hair artist. Yes. 嗯，白雪公主。啊，太黑了，现在看不到。Can you open the line? Yes. Can I help you?Okay, now can now. Oh my. Okay. Oh. 白雪公主，然后我的前夫。Hello. 子潮，我的前夫现在已经跟白雪公主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你看，乱伦。Oh my god! 怎么可以这样子？祝福你们哦。我们下班了，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吃饭。Thai style. 为什么皱着脸？不会吃啊，这就是丫丫的日常。我们的日常。好奶妈，好奶，好奶呀，好奶。มันยังอยู่ดีก็มาผัวเป็นมีแต่เป็นเนี่ยมาเป็นพวก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真的。其实我有三妈不给。哎呀。So she need to quit the job. She need to quit the job in Simon. Yes. Hey, Baba. She want to work at Tiffany. No. She want to win. Film. บางทีคำ She ยัง work อยู่นะ She ยัง work อยู่ที่ Simon. Everybody cheers. Cheers.Oh, oh, oh, it's not our word. Hey, good day, yeah, yeah, okay, boy. Oh my god. Okay, Mike. I like. Okay, cheers. It's that. My 朋友没有回家了，我要送他们走。Dry the pose. Shan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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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tay. Shantay, away. Shantay, shantay, shantay.Dry the pose. You are the cover girl. Put your face in your walk. Heart to toe, let your whole body walk. Love. Okay. Cover girl. Put your face in your walk. Heart and toe to your whole body walk. Okay. Snow on your nest. Yeah, come. Okay, look, ma.Big, big booty, got you got a big booty, shake it. Big, big booty, got you got a big booty, shake it. 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到天长。鸭子荡荡，
婚姻开到开的如拖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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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rgot 。